规模的运动比赛在台湾发生，那像台北就要举办听障奥运了。可是除了参加听障奥运的很多优秀选手之外呢，台湾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厉害的人物，他们都曾经代表台湾出去比赛，拿到了很多的荣耀。那今天我们把他们邀请到了好几位到康熙来了，欢迎你们哈，你们好。有荣耀就会有耻辱哦，那耻辱就是康熙来了的边边呢，他要用他有限的记忆力来告诉我们这几位选手他们杰出的表现。他们几位很厉害，好，得、okay、过很多奖。那先把教鞭交到小 S 的手里哈，边边，哎，对，手伸出来，啊，我还没有，干嘛伸出来？来，先让我暖暖身。好，我们先麻烦彭伟群站起来哈，这是彭伟群先生来，边边告诉我们他参加过的比赛是。当年，2005年世界武术锦标赛获得了金牌。正确吗？正确吗？正确。2008年北京世界武术锦标赛获得银牌。正确吗？真的厉害。新一点的，新一点。2009年，也就是今年世界运动会，也就是世运，获得武术类的金牌。就是菲菲第一个人就已经费尽脑力了，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完蛋吧。你要不要把卡片拿出来？不用，你要这样硬背是不是？对，我是因为背被揍死，因为我很擅长背东西。彭先生他有没有菲菲有没有漏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那请问彭先生今年几岁？30岁，30岁。连这你也知道了？彭伟群的星座，不要这个星座。你看他面相嘛，应该也知道哦。巨蟹座，猜中了。真的，你不要再说。我没有套好，没有套好先生。侯先生妈妈是什么生肖的？新苗气掉。好，彭伟杰，你现在的正职的工作是？我现在在桃园县的北市国小还有平镇高中当武术教练，是。还有在明华园戏剧总团当演员兼武术指导助理，所以你是明华园的武术总监。不敢这么说。陈世强到底怎么了？真的假的？跟他传绯闻的那个女生是？我跟他不熟。好，彭先生，欢迎你坐好。好，下一位是许崇煌先生，麻烦起立一下。菲菲加油！2008年亚洲杯健美比赛第二名，2008年巴厘岛健美比赛第二名，2009年世界运动会80公斤量级银牌，掌声鼓励。正确吗？刚刚他说巴厘岛是讲对了吗？那个是沙滩运动会第一届。好，首先刚才贝贝讲的荣耀都对，对不对？对。那你敢跟他对打？我不敢。健美先生为什么要跟武术指导对打？因为健美先生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健美先生没在打了吧？我们蛮注重展示肌肉，是吧？对，蛮注重外观的，所以说尽量不要有伤痕或刺青都不要。所以如果你在街上被流氓挑战，你会一直挡着脸说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怕刮伤。对对对。太有违他的外形。他怕刮伤啊，怎么办？所以被蚊子咬之后也要很细心的保养。那没关系，那会消肿啊。可是你如果有时候抓就会有疤痕啊。不会不会，我觉得蚊子肯定要很久才戳到它的血管，透过很深的肉。不会不会，首先欢迎你，谢谢。OK， 下一位了，郭小姐了啊。2008年第9届埃及国际肚皮武功开赛冠军，而且她是亚洲唯一一人。他去埃及的哪里参赛？这个 round 里面也没有写，没有写。郭小姐，所以你去埃及哪里比？在开罗。开罗。对。所以参赛者都是外国人，都是非埃及人，是不是？全世界都有，也有亚洲人，包括埃及人。也有中东人，都有，全世界都有。第一次看肚皮舞就是在埃及看，他们就非常厉害耶。对，我没有想到台湾人可以打败他们。你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很，比方说奇异果杯，
肚皮舞赛这种比较小规模的。对，我在想应该是人数不多，是不是？我的比赛在2008年是有40几国参赛，总共有400多个选手参加比赛。对，欧美列强还有就是俄罗斯，我是冠军，第二名是俄罗斯，第三名是巴西。所以参赛者都是专业的肚皮舞者吗？对，还有就是评审都是中东人。得了冠军之后，会给你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我参加比赛完之后旅居了6个国家啊，然后我的理想是我要把我们台湾的舞蹈放在里面，所以我就跳了一支八家将的肚皮舞在里面。就是你好像有融合电音，是不是？把八家将融入关将手八家将，对，结果成功吗？非常成功，我在韩国也有得到奖。真的？那边韩国也有奖哎。他韩国有得到奖，那我现在融合八家将，我管他韩国有没有奖。韩国什么奖？你可以说得出来吗？我想这个应该只有他自己。韩国是什么奖？韩国是纳瓜杯。好，欢迎你，郭小姐。是，谢谢。哎，蔡瑞来过了，好像还不止一次哎。他有把线从眼睛里面掏出来，对不对？是。他有荣耀吗？就是魔术大赛啊。很厉害，你上次是跟很多魔术师一起来的。对。那时候你好像没有就跟人家呛声说你得过很多奖啊，因为毕竟有很多是前辈啦。那因为比赛是这几年，然后开始我们有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对。所以贝贝他得了什么奖？他得了2003年新加坡新秀大赛第三名，是2004年。那个他在那个那你在他获得了内地金菊奖。什么叫金菊奖？就是魔术界的最高级金菊奖。2005年拉斯维加斯啊，拉斯维加斯世界魔术大赛啊，前四强，而且是唯一一个华人。OK， 他都讲对了吗？对，大致上是对的了。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就少了一些。因为得奖太多了，那所以说不要放太多给制作单位太多困扰，那这样判点不用背那么多。还蛮嚣张的，对，嚣张，手伸出来。欢迎你啊，请坐。接下来是林建迪先，麻烦站起来，请告诉我们林先的光荣事迹。他2009年以罗西尼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女郎里面的一个男主角叫做林多罗登上了德国基尔歌剧院，然后他被当地的媒体称为是神秘的明星。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神秘的明星？是比较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对，比较神秘，比较有距离感。以上那段话，请你用唱歌剧的方式呈现出来。德国的传媒把它封为神秘的时代。你真的很讨人厌耶，因为不要叫他做这么丢脸的事情。你真的很好控制耶，到底干嘛你就干嘛。林先生他讲对了没？对，基本上罗西尼那个歌剧名字讲对了吗？都对。对，翻译那只是翻译名，但是念得很绕口，我知道。角色名字也对，也对。然后可是说实在，我看你外形，我绝对不会猜你是唱歌剧的耶。